不是，哎，不是你疯了？我两个星期没有玩游戏了，我要玩。面对现实吧，你是玩不了的。我去，老弟，你真是绝了，这样也能玩？老爸，你昨晚喝了多少呀？冰箱当鞋柜。我现在酒量有那么差吗？老爸，跟你说个正事儿，老妈中午药方你不能吃饭啊。你这样的话我试试，我一拳就把你妈打回了。吃饭啊，老弟。吃个屁呀、啊、吃！一点小事我是待不下去了，待不下去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有话说是吧？一个一个说。老弟，你先说。不给老爸吃，我也不吃嘞。那你说。你等等，你说话，老爸。给我吃碗饭，谁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妈，轮到你说话了。我觉得应该轮到他说话了。老爸，看你没吃饭，我挺心疼的。这次我打算帮你。老爸，你是该在老妈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了。我已经认领了你了，我也是。今天可是你俩的绝望周末哎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喜欢动手是吧？那这样，你俩现在谁要是能先打到对方，谁的绝望周末结束，怎么样？行，你说的，君子一言。我的绝望周末是不是结束了？恭喜你，老弟。叫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过三遍。老爸，你出去，到你房间睡个午觉，我和老弟有事说。你谁啊？你叫我出去就出去，你叫我睡觉就睡觉。不是我叫的。睡觉就睡觉。今天我教我第一套防身术，以后老爸打你，你就知道该怎么防御了。现在我们做个示范。刚才那个不算啊，再来一次。打我，我们用这只手挡住老爸的进攻，用这只手反击。现在呢，我们正式来一次。打我。算了吧，还是不讲了啊。老爸，起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老爸，上当妈买几件衣服，但是我现在差点钱，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出点？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你是比你弟懂事，你弟是真废了。有你这样的孩子，我感到骄傲。差多少？一千。一会要回老家几天，现在在收拾东西。老爸和老弟也在难过的帮老妈收拾着衣服。哎，给我让自己聊完一次。
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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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妈，你要回去一趟。我刚下楼叫我回去啊。你眼皮死过了吧，老妈就不会打你。Top 四，老妈让你们罚站是这么站的。关你啥事啊，我坐着了能咋的啊，不坐正站，哎，我坐在这。在靠了，哎，我在这躺着，你咋的？我睡着了，我吃了，我躺着这么站着，怎的呀？怎的呀？咋的？你咋的？妈，你让他们罚站，你看他们都是怎么站的？套不舞，偷偷公司余文。老婆，听说你没有午饭。我正要去做你午饭，还是做午饭？哪个做午饭？现在飘了不能扭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跳舞的？你跟谁跳啊？哪个阿姨长得好看啊？老弟，快去劝劝老妈吧，此时老爸很需要你。差不多行了，老妈，让老爸别跪了。来，你要来跪着。他又没犯错，跪什么跪？爸，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感到很幸福。快回去吧。他跪，你就不用跪了。让软弱的我们攻得残忍。Top 六，爸，黄金局参与这李某，你有啥啊？我没见。老爸，你真没见识。我的妈，真甜呀！老头，我拉跟老妈吃一口。Top 七，爸，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就怕老妈骂你啊？怕什么怕？有什么好怕的啊？你看我像怕的人吗？老妈又被老妈撵出去了。走，老妈，到我这去。来，老妈，你一个人睡，你妈真烦，可不服了。妈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去哄老妈呗。你不哄是吧？妈，你看狗都在轰着，要不就算了吧，让爸和老弟回来吧，毕竟现在外面。这个老妈说了，怕外面蚊子多，然后呢？去，回家。让我把狗弄回家，你俩接着睡。